Hey Google，如何从桃园机场到台北101？FlyAsia 网站的资料显示，大有巴士1960。若你要往信义区去，也就是台北101大楼附近，就搭这一班客运。单程票价是145台币，从早上6:05开始发车到凌晨1:05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在 Google Home 或 Google 助理应用程式中点选相关连结。